区的管理员已经证实了这个问题。看到那个穿防护服的那个警察跟保安一起来了，已经。走，嗯，你看，你看，嗯，再看看啊，你看，你说戴什么眼镜，有文化人，哎呦，这文化人，他这样，变态，嗯，差不多了吧？还能有多少？嗯哼。高烧39度4天，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，那一刻开药没有药，下来退卡发脾气。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，故意对着里面咳嗽。哇。